原來你一直在說謊，不是啊，你在利用我，原來你是利用我來出路錢想騙他們的錢，不是啊，真的不是的，開始的時候就真的的，但是一切都改變了，因為你的確是真正的安娜替斯亞，你是真的，收聲啊，由第一天開始你就一直在騙我，我不單止完全這樣相信你，而且我還傻到…… 安娜，你聽我講啦，當你一講到嗰幅牆後面嗰棟暗門，仲有嗰個細路嘅時候咧，你聽我講啦。夠啦！我唔想再聽你講翻我講過嘅嘢，唔該你以後唔好再嚟騷擾我。安娜，我只係講個事實俾你聽咋。